大家好，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习近平与曾经帮助他巩固大位的太子党彻底决裂。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几年前疑似卷入一桩武装反击大案。马英九参观卢沟桥，借胡锦涛这句话说出了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了解的抗日战争真相。 前中共上将刘亚洲被判重刑的消息近日得到确认，他因贪腐被判处无期徒刑。刘亚洲本身就是红二代，又是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乘龙快婿。他被判重刑是自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对太子党下手最重的一次，这标志着习近平与红二代太子党彻底决裂。另一个红二代胡德平也受到关注，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长子。 是民主宪政派。去年中共通报的一桩旧案，涉及党内有人推举胡德平当总书记，甚至一社策划武装暴动。但专家认为其中另有内情。习仲军家族和胡耀邦家族曾经关系密切，习近平和胡家兄弟胡德平、胡德华曾经关系良好。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炎黄春秋》杂志社举办的新年聚会上，前中共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小丽曾经提到，习近平单独召见过胡德平，并且对胡德平受到习近平青睐、单独召见表示羡慕，同时希望胡德平借助和习近平的关系，促使他继续走改革之路。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四月二日在海外 X 平台发文透露。 那次习近平和胡德平单独见面，胡德平兴致勃勃地提了许多政治改革方面的建议，想不到习近平淡淡一笑，说：“大哥高看我了，我就是手手摊子，干不了这些大事。”习近平的言下之意就是，大哥提的这些建议，我不可能去干。后来的形势发展显示，习近平没有继续走改革之路。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说。 习近平上台两年后，党内的改革派还对他抱有幻想。当时胡家兄弟还让人到海外带话给他，他带的话就是：你们在外面有发言的机会，你们不管怎么骂都行，就把他骂回到改革的路线上。我们在国内是哄着他改革。冯崇义说，胡德平他们当时还没有真正跟习近平决裂。 但是习越走越远，到二零一六年，习封掉炎黄春秋这个改革派、民主派的阵地，还封掉了共识网。共识网其实是邓普方他们在后面支持的。之后两边就相当于彻底决裂了。这些红二代不想要毛泽东那一套，担心再搞文革，他们想搞寡头政治，让他们有发财机会。红色江山也没变。 但习走回独裁这条路，跟大部分的红二代摊牌。他只用习家军，用他的家丁，不再重用太子党王岐山、刘亚洲这些有实力的人，都让他们出局。另外，习近平在文革中受了一些苦，似乎也让他有理由对于红二代、太子党心存怨恨。一九六二年，他父亲习仲勋被打倒以后，习近平成了反党分子的子弟。 那个时候，当权的官宦人家都冷落戚家，红二代都瞧不起习近平，欺负排挤他。当十几岁的习近平挨批斗时，没有任何人同情帮助他，也没有办法像刘亚洲那些红二代一样参军，只能被迫到陕北的穷乡僻野当知青。他在陕北农村争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 高岗的医生李立群当时恰好在教育部当学生司司长，习仲勋原来是高岗的老战友，当年李立群出面帮忙，才使习近平能够进入清华大学。因此，李立群一家后来一直受到中共的优待。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太子党还有一个顾忌，就是如果论起家庭背景，习仲勋只是一个副国级官员，比他级别高和与他平级的高官很多。 这些人的后代未必看得起习近平。纽约作家毕鲁杰说：“那些红二代高干子弟都会对习近平有看法，对他的出身和个人素质都是不怎么看得起的，只不过是觉得他抽中了天字第一号的那个政治彩票。”我觉得习近平的性格就是要把这些红二代都打下去，因为只有老百姓的孩子才服服帖帖的，对他畏首畏尾。当年在北京大院。 习近平在平民孩子面前很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大家都捧着他。毕主席说：“我觉得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情况，就是当年大院的一个翻版，以习近平为核心，周围都是一些马屁精。”几年前，胡多平曾疑似卷入玉庄武装反击大案。云南省委党校退休讲师此述，公开支持民主宪政。 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间，因先后意图策划敢死队武装暴动，发公开信建议职权，被抓捕并判刑四年，于二零二一年四月获释。在公开信中，子素呼吁习近平下台，推举胡德平做中共总书记。方崇义说，有关子素密谋暴动是官方说的，外界无法证实。想策划暴动的这些人未必跟胡德平有关系。 而胡德平也不是要揭竿而起、放手一搏的这类人，很可能是民间的那些抗议者要立一面大旗，想到了胡家，因为胡耀邦在党内有地位，在民众中地位也较高，他们要打这面旗子来谋大事，一点都不奇怪。对于此诉案，旅美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这显然是中共搞栽赃，是中共国安部用假案来吓唬人。 因为子素判刑判的不重，也已获释。他说：“要真是那么严重的，绝对判的是一个很重的刑。像王炳章、彭明，被绑回国去的都判了无期。你说子素怎么可能判那么几年呢？”王军涛说：“一个过去在中组部官员的透露，现在地方的红二代根本就不敢说话，只有军中红二代还敢说话，但都是退下来没有官职的人在说。” 习近平也没把他们当回事，因为没什么危险性。他认为还是要靠中国老百姓先做一些事情，也许将来社会上发生一个边缘事件，就会引发大的风波，然后高层才有机会动手。如果哪个地方发生民变，需要军队去平息的时候，军队才有一个机会去攻击习近平，因为现在都被控制得很紧，枪和子弹都要分离的。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结束广东和陕西的访问行程后，四月七日抵达北京。八日早上，参观了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马英九带领大九学堂的二十名台湾青年学子，一早到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访。 参观期间，他特别向馆方人员提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曾指出，正面战场是国民党，敌后战场是共产党，那段很精彩。结束了抗战馆的参观后，马英九一行来到卢沟桥。马英九在参观时，不时眼圈泛红，频频向周围人讲解他所了解的抗战故事。 当年中华民国抗日名将吉星文驻守宛平城，提到吉星文，马英九说：，一九五八年金门炮战时，吉星文将军在金门不幸殉难。抗日名将在八年抗战没有殉国，等到国共斗争时反而死掉了。现在的年轻人多半不知道，当年我国到底为二战胜利与世界和平做出多大的贡献。 当年这些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在八七年后回顾，仍然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他说：“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战争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一直以来，中共都对中国民众洗脑称，中共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事实上，中共不仅没有抗日。 还暗中提供情报给日本，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汉奸集团。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共陕北洛川会议上说：“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千方百计的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 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后，我们才能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些话刊登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中共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与这场战斗的主力。 平津关战役战场范围达数百里，国民政府投入兵力十一个军，共计十余万人。中共不过是伏击了一个一千多人的日军运输车队而已。平津关战役被中共称为是他在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但在中共的历史记载中，从来不提第二次、第三次胜利，因为中共只参与了两次较大的战役。 而百团大战在中共党内则多年受到批判。毛泽东认为他在敌人面前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该战役还成为时任指挥员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与中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民国政府在1937年到1945年间，领导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展开了二十二场大会战，一千一百一十七次重大战役。 将近四万次小型战斗，牺牲将领二百零六位，伤亡人数高达三百三十余万人，最终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一九三七年成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总人数不足六万，却成了抗日战争的负面力量。中共暗中与日军合作，共同打击浴血奋战的国军。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日本筑波大学远藤教授出版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 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书中说，一九三七年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中共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合作。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军。日本每年支付给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的费用总额达到三十多亿日元，超过两千五百万美元。据统计。 在七七事变之后的八年抗战当中，共产党共打击国军三千二百次，打死国军十四万三千人。但中共打死了多少日军呢？辛浩年教授的研究是不到两千人。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世事变幻，笑看风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